输了不是很丢面子吗？那尽量别输呗，看着好看的同时，尽量别输呗，控制一下。这家伙给上来给俩女神之泪的，不玩小法师。这把上来给我俩福星，可是我没有钱去拿它呀，我怎么办呀？我没有钱，没有 money 呀。这小兵应该能给报钱，我估计。小兵应该可以。哎呦我操！福星塔姆，福星塔姆啊！这女神之泪儿。先不和了吧，兄弟们。正在觅食。下边给个福星塔姆，我求你了！刚才不说，我真不理解，你有什么不理解的？我们直接要个天选之人的福星塔姆啊！别跟我搁那点，你能玩啊？哎，真是的。我准备好了。给俩福星以后又不给，真讨厌，真的讨厌，你知道吧？就很讨厌。简直讨厌！我其实这装备，我玩厄斐琉斯月神也能玩。我俩电刀。我给你们来个电疗，要不然什么阵容能硬玩？你们知道不？什么阵容能硬玩？只有月神能硬玩。月神出的概率，它其实它挺高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只要不升级一直地，它指定能玩，能出来月神。硬玩月神，要不就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生命不息，战斗不停。我们玩不玩福星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是玩三国呢？福星可以拿大剑，福星狼人。不行，我要个大剑这把，一会儿选秀拿个大剑。这波选秀我要大剑，
第一，我们可以玩小法师；第二，我们可以玩三国。福星应该是不行了。粉红色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棒棒糖。冒险继续。森林小法。就我这卖不卖？你说我这卖不卖？我卖了6块。哎，我卖了吧，不行，占钱占地方。给个森林大树，或者给个三国。重装战士不能用，重装战士用不了，小绿人也可以撇了，我们有这个卡牌大师，没事，三国只要那个赵信能升上去就行，赵信只要能升得上去就行，就能赢。俩奴奴，俩大树，一个人马，这千九天机挺猛啊，是不是啊？三下一个跳，一跳就秒人。哎，这千九天机挺猛啊，真的呀！哇，这千九天机也太猛了吧，这千九。这不就是 S3 的千九吗？是啊，科技枪双蓝 buff， 一跳一个。但是千九现在没有加伤害的东西，猎人不太行，没有那个暗影厉害。我升个级吧，这样下波还可以给我来那个四费卡、啊。斗士的塞拉斯能用不？森林斗士，可以用啊，干嘛不可以用啊？可以用，这能用。这把我们玩小法师，等等啊，等等，差1块钱，你赔我这1块钱。
我就知道不应该买刚才那个塞拉斯，我就刚才我就觉得就不应该买，你知道吧？这明显的就是不应该买的，这非得有人说要买，真是讨厌。不是吧，同行，不过我的消法是装备比他好，没关系。他的消法明显是不太行事，让我消法一个砸打，我决定给消法师上个龙爪子。我们消法师已经无敌了，真的已经无敌了，就我们现在就是右的一匹的同时伤害还高呀。左边我才发现有一座山，富士山吗？完了，被晕了！别被秒就能吸回来。哎，铲子可以要啊，九森林铲子，没有的话咱们就拿魔抗着吧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小法师带个龙爪或者是水银挺厉害的，杀一个加一点法强，送小厨娘竟然没有牌子是吗？坑爹呢这是。狐狸说什么玩意儿呢？该招狐狸，狐狸，老狐狸，点死你，妲己，妲己，老狐狸。你们觉得水银猛一点还是龙爪猛一点？有一家同行，我觉得龙爪猛一点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先递他两手。这家伙龙爪猛一点，双科技枪没有太大用，伤害溢出，没有磨的太大用，磨有用啊。他
塔姆到底要不要？我操，我小法呢？哎，你这个逼，我小法师呢？给我秒了！你给我往后点！我的妈呀，这么猛啊！我的妈呀！我科技枪小法都给我秒了，不敢单呢。我看，你们觉得我是地还是生营口？生营口可以上爱色，爱色的装备不错。我看看怎么给啊？巨杀分裂剑，巨杀羊刀。升了吧，升了上个爱色。虽然这七永恒之身看起来不咋地，给我来了三个滑板鞋，我操了！我什么时候玩猩红？你能给我这样出？我看看这爱色什么装，什么技能啊？获得60%攻击速度。持续5秒钟，并且每次普通攻击发射一次连射死。小法会获得2点法术强度，击杀敌人。鬼刀饮血剑，还是巨银杀手会厉害点。其实绝对专注巨银杀手。神射手的 AOE 可是有点猛。来个努努吧。爱射可以。没水银子不行。现在就在想个问题，到底是要水银还是要龙爪？看一眼吧啊！这家猩红，这家刺客，这家神射手，这家刺客，这家刺客，这家耀光，这家魔法师，魔法师倒数第一。我们龙爪没有用，换水银。换水银，水银如果没有，我就来个帽子。别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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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大哥，好大哥，我的好哥哥，让你犹豫啊，让你犹豫。
犹豫就会败北。小法师太少了，这小子是六法剑魔，六法剑魔，文艺复兴啊！变个法师还，哎呦我操！这家刺客有点吓人呢，这家刺客。我觉得我下个森林上个那啥吧，上个重装吧，要不我这银马得上。这小法师顶不住，这切我太快了，这。他妈忍者刺儿都出来了，这。这个劫太猛了，他俩火炮啊，关键是他两只火炮。好多莫甘娜呀，我发现莫甘娜是真是有点多，这莫甘娜。我的站位给别人跳脸，行，那你说怎么站？您觉得应该怎么站？难道是这么站？小法伤害还是太低了，森林没有三星小法不行，没有三星小法，法强绝对是不够的，这个法术强度杀人不够，不够点名，点不了名，点人点不死。这努努是终于是生了，我操了，这努努你是终于生了呀，努努你可真不容易呀、啊。那我就没必要上锤石了。升级上狼人是刚好的，然后银马可以不要。哟，好多狼人啊！凌风帽子，可以。帽子给谁呀？由你们决定这个帽子来给谁。我就这么告诉你，那狐狸一个技能放不出来，就这套阵容里边狐狸就是个挂件摆设。我升级上个狼人，然后我们再开地。EJ， 哎呀妈呀，那 EJ 啥天能出来呀？我决定给露露，我这给银马其实都行，
我银给银马都可以，银马都能比较适合这个。银马马上删了，应该给银马的。这银马一个回血，那刺客直接就变成弟弟。小法师怎么吸不上来血呀？我操！升八了你呀、啊，我也升了。没有小法师啊，那你怎么整？你是？其实永恒之身小法应该换个法师小法能好一点。这样我们刚好上一个那个，刚好上一个那个斗士，前排能顶得住点。小法师多少法强了？造成1000点伤害，不行啊！1000点，它有点低呀、啊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破甲弓吗？我拿 EJ 没地方上啊，我也没有永恒之身，你说我拿它干啥？我还不如拿个小法师或者是龙刀。龙刀吧，小法师拿来不一定能升得了，我拿个龙刀，拿龙刀给露露。没有小法，升不上去。只能说是尽力了，实在是没有。努努不升了吧？我非常享受自己的成就。给银马呀，银马在开 W 的时候好像是不加蓝的，没啥用。哎呦我操！给我卡住他，给我把阿卡丽秒杀，秒杀他！那小法师怎么不点名啊？这，哎呀，你不点名能行吗？这刺客有点扛特我呀，我发现。是不是扛他我给我一下秒杀了。拆了三法没啥用，小法师双重施法还没有用啊。我上个四斗士多那四百点血也没有用啊，要不就拉九还行。别打那老母狙行不行？别往那猪身上放大，小法师。哎呀，就杀猪啊这！哎呦我操！全都没有多少血了。三法减法强。哦，
就是说一下秒不了呗。啊，原来他是减法强啊，不是加法强，三法师还减法强呢。哎呦我操，早为什么不说呢？那你给我下去，上吧狼人。我说我这小法师为什么秒不了人呢？这轮指定得死好几个。先把这嘎里奥杀了，小法师就无敌了，除非晋能把我秒了。你给我死，我活下来了，兄弟们。我活下来了。小法师升三直接起飞，但是基本不现实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你说这狐狸卖不卖？如果我小法师升三，我的狐狸就可以卖；如果我的小法师不升三，我的狐狸就卖不了。我们只能豪赌一手。现在呢，人马搁这儿呢，那露露咱就撇了。然后来了个露露，把这个撇了。没钱了，不行，干不过。还行吧，第三名。他们这几个啊，全是残血的，全是丝血，只有我们活到了这里。扔露露你是没想到的。哎，银马差一只，露露差两只，我扔露露让银马升三，有毛病吧兄弟？你没想到的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你说你想到了什么？